近日，由甄子丹、景甜、张涵与安志杰等主演的动作巨制《特殊身份》在北京举行发布会。活动当天，著名歌手杨坤献唱电影主题曲《我没你想的那么坚强》。之前杨坤透露，这首歌的灵感是来自于甄子丹，甄汉子也有另一面的柔情。甄子丹听完陈坤的演唱，更是一度哽咽，一同到场支持的老婆也感动落泪。